咩嚟噶？上次呢度唔係卡拉 OK， 冇得點唱，點唱都不得了。其實咧，今日除咗預備咗自己好多一系列嘅歌咧，今日呢個環節就特別預備咗今晚嘅觀眾，因為希望有少少新鮮感俾到你哋之餘，都希望有少少新鮮感俾到自己。咁其實喺香港都縱觀即係綜合咗一啲人嘅意見啦，咁即係有問到佢哋啱啱你想聽啲我唱人哋嘅乜嘢歌啊？呢幾首嗰個得票率幾高啊？咁樣我唔知道我唱出嚟嘅效果係點，但係都希望你哋會中意啦嚇。唔該，大哥。